往年讲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会邀约我们的感悟回来金石堂参与我们的岁末发放了，但是因为今年的疫情，我们还是不能集中，就请事工把这些发放的物资啊，一一的送到我们的感悟的手上，希望他们能把心安定下来啊。在遵从防疫守则的前提下，马来西亚吉打慈济职工趁着岁末一一探访照顾户，送上新春礼包。Very happy, very very happy because you all take the trouble, your time to come all the way, even COVID also, ma. So I really appreciate. My husband also very happy because he always been alone with me. 看见熟悉的身影，独居的张雅成立即前来应门。与职工间的言谈都是满满的撒娇。那小友，我一个没来。我看要乱来啊，我欢喜啦。很多钱了。很多钱了啊。你要给我们拿回去吗？啊，可以啊。四五六七八九。不能回到进士堂相聚，但大家都不约而同拿出存了一年的竹筒，让爱循环。真的是奈何的看。哇，做好事吗？帮助别人做好事，应该的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多少不要紧。有每天五毛钱呀，也可以救人。你新年快乐！啊，好路啊！疫情下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，但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暖心关爱。大爱新闻尤静贝马来西亚吉打采访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；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